Hello， 大家下午好啊，我是小康。好，今天呢又在对话这边呢多待一天啦。好，今天想要休息了，就不骑车了。我在我的那个住宿那边呢赖床赖到了下午2点钟，然后现在呢终于肯出门啊，来找一些食物了。我现在是在他们的巴萨了。我的脚车就先放在那边了，应该是不会挡到人了，我感觉。这个是他们的巴萨，哎，对话的巴萨，就是要直接去找吃了，哦，这个巴萨来来去去都差不多一样，就不拍了，我就直接去到他们吃东西的部门就好了啊，这边就吃东西了。好快，一下子就找到吃东西了。卖，不知道卖什么东西。看一下后面还有的吃吧。哎，没有了，感觉这边全部是卖杂货了。啊，他吃东西就前面加一点罢了。哎，蛮大一下的，他的巴萨。再去走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更多东西吃。我在谷歌地图上面看到他们的 review 是这边是有卖那个糖水了。啊，他的糖水蛮大杯一下，我要去找那个糖水出来。啊，这边没有了，这边全部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应该往旁边走了。哦，卖野水。那个糖水了，在这边，啊，还是很多人，等下现在来吃了。再去看前面有的吃东西吗？啊，这边全部是吃东西了。姐，姐 ，OK， 姐搭紧，姐搭紧，啊，木，木嚟添，木木。啊，它的这个料很多哦。OK， 这边没有人，我就先在这边吃了。这边呢就是我的解答感了。哦，你看很多料嘞，然后这些料全部又跟它就是啊，跟它 mix 起来了。好像很强这样这杯啊。给你们看啊，这个就是我刚刚喝的这个街的这些啊材料啊，还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然后里面还有接力，然后还有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哦，然后你看还有这些哦，很多很多料哎，哦，刚刚还有龙眼啊那些啊，哦，还有 avocado， 然后还有黄梨，哦，还有苹果啊，真的是好多好多料这边。Apple，yes， 啊，它这一杯这样子呢，它才20000吨啊，大概4块钱 ，OK， 满足，好，我要去找东西吃了。在姐的对面那边呢，看到有卖饭的啦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先来吃饭啦。哦，看它的这些料，还有菜，有鸡肉，鸡腿很大个呀，鸡腿，哦，然后这一个应该是猪，啊，这个也是鸡肉嘞，哦。啊，我是跟他讲我要吃饭了，啊，我是不知道他拿什么给我了，啊，他拿什么给我就吃什么吧。我跟这个安迪讲哦，我要吃饭哦，结果他就拿了这样一大堆给我了。哦，给你们看这边有什么啊？这个啊，刚刚的那个猪肉，然后有蛋，有菜，啊，还拿了一块鸡肉，然后还有这个豆腐给我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
后还有这个青菜，啊，还有这边这个是辣椒吧，嗯，然后你看还有一碗汤，它的汤里面呢，还有这个什么，这个是海参嘛，哦，你看，超级超级的丰富哦，这个，哦，我不知道是多少钱了，我给你们猜看这一盘大概会中多少钱。OK， 现在已经吃得一干二净了。然后刚刚在这碗汤里面呢，它不是海参来的，它那个其实是苦瓜来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餐吃了多少钱吧。我的猜测是应该是50,000吨啦。啊，放牛，放牛，放牛。来，我们来看50。OK， 感恩安稳，嘿嘿。啊，啊，啊，马来西亚，啊，嘿，嘿，他的这一餐，啊，10块钱马币，我觉得还蛮值得的，有猪肉，有鸡肉 ，OK， 嗯，哦，然后他叫我拍这，这是买的，应该是他的腌制品吧，啊，看，哦，他们自己腌制的东西 ，OK， 那边，嘿。哦，10块钱马币，有鸡肉，有猪肉，还有汤，有菜，还蛮值得的。哎，现在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够再下多一杯这个贼啊？我觉得我应该还能够再喝多一杯糖水。你看前面那边刚刚坐人的那些那一档已经没有人了。哦，我就来这一档 try 看吧。吃饱过后呢，就是一定要来一杯甜点的了啊！这边呢就是我的这道干了，啊，给你看这边的它的这个料，啊，跟刚刚前面的啊，之前我吃刚才我吃的那个差不多了。哦，它这边也是有很多 jelly， 然后也是有很多水果。我刚刚这样子算了一下哦，它这边的料哦，啊，至少有4-5种啊，哦，蛮多的，啊，哎，啊，男孩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。吃饱了，要来散步了。在巴萨这边附近呢，看到有这个湖边的公园呢，啊，哦，还蛮漂亮的嘞这边。但是现在是有点热啊，它这边它的树呢都还没有长大，哦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遮阴的地方。哦，看到前面那条桥蛮吸引我的，哦，过去那边看。哎，有人在这边钓鱼耶，不错的公园啊，傍晚来散步的话。应该会很舒服啊，这边，哦，就是这样绕着这个湖呢，啊，走一圈呢，啊啊，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广场，给人家来做运动的吧，啊，脚是可以上嘛。不能上哎，还是这个阶梯的哦，所以我的脚车我就要把在这边呢，哦，走到中间，它那边还可以处于一个平台的。哎，先把我脚车先啊走过去了，要运动一下了。这条桥还蛮漂亮的哦，我很喜欢它这种波浪波浪的那种形状啊 ，curve shape， 我觉得很美。那它刚刚中间的那一个平台呢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圆形的啦，哦，很大的一个广场啦，啊，那我就不过去了，现在有点热，哦，然后我看到在前面这边呢，还是有一些这个装置啦，哈，啊，一些 decoration， 啊，我就走过去那边看吧，啊，你看后面那个山，哦，很漂亮哎，啊，哎呀，我就绕这一个。湖这边呢，洗一圈呢，哦，哇，傍晚来的话应该会很美啊，这边，啊，现在太热了，现在不行。哇，你看它这边的这个装置哦，它是用这个花来布置的，哎，哦，这个是真花来的，哦，这个是真的花来的，然后它的周边呢，它有一些这个龙的decoration 啊，啊，龙年。其实这些晚上全部应该都有开灯的，我，哦，晚上来的话呢，应该会蛮漂亮的这里，啊，看它的花，哇，真的花来了嘞，哦，很美，他们不知道，看，哦，
有一点像是在大乐的感觉了，对。看这边，还有这个龙，不错啊，很用心啊。我觉得在越南哦，他们这个布置的东西，然后他们的这些公园啊，全部啊都做到蛮不错的。这边晚上全部有灯的，不错的广场，那边有人在打羽球，我觉得现在它的风势有点大了，他们能够打呗。好，我要绕着这个湖这边骑一圈了。现在呢，来到了推花的海边这边了。在它的海边这边呢，沿途呢，它都有这一个公园了。看它的海，今天的浪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在这个公园这边找一个美美的地方休息一下吧。我感觉哦，推化这一个城市哦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刚刚正在发展的一个城市。它的路啊，它的建筑啊，全部哦都感觉上是非常非常的新了。然后它的路哦也是蛮大条的，而且它这边的车辆呢是很少很少。不错的这个公园在这边，前面看有什么？很多人这么多，然后骑脚车进来，就在这边休息，这样，真的是放松的好地方。没有了吗？前面？哇，看那个海边，那边有什么？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哦，它就是给你傍晚过来哦，就是雷暴在海边这样子。你看有这些灯，然后还有这个，那个是它的那个里面是装那种豆的那种椅子。哇，极为享受啊这边。你们看这个在推花这边的海边，它的大海，它的浪哦很大很大嘞，很漂亮诶，这边的海景，它的海水哦非常非常的蓝，看它的浪几大，看它那个浪花打上来哦，很美诶。这样子看着这个海浪哦，这样卷上来哦，很舒服诶，我觉得，蛮漂亮的，哇，很美哦，这边的海，看这边的海边哦，蛮长一下的。在的这一边呢，算是这个推花这一盘的这个尾端了，蛮漂亮，蛮漂亮的一个海边，超爱的这边。我在海边这边呢，找到了一个蛮不错的地方了，我要在这边休息啦。因为它这边呢有 free wifi，然后这边的风景呢也是蛮不错的，我先去拍一拍吧。这边哦，这间其实是一间 hotel 的一个餐厅来的，我现在用的这个 free wifi 呢就是这间 hotel 的餐厅的啦。它这边种很多这个椰树诶，好漂亮哦这边。找一个美美的地方休息啦。好多美女哦，晚上来很漂亮哦这边。退化 City。那边还有一个泳池，他们的餐厅蛮美的。
不错的地方，很漂亮。OK， 好，我就去前面那边休息了。好，前面那边呢就没有什么人了，这边太多人了。OK， 大家，今天就先这样子了，啊，拜拜了。